讲像我吧，这样才有呼应啦。这个是又不同级，是但是我的声音在啊。好啦，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我现在来到的是 L Casino 的抽牌大灾问。人家没有大灾问，哦、没有是不是，就是问而已。好，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决定，我决定要爱我的工作，大概三年前吧。离开团体之后的那个契机吧。对，我离开一个团体叫做那个Hey Girl。还有三个鬼脸哦。哪有，我的真的很丑，改变我一生的一段感情。讲像我吧，这样才有呼应啦。这个是又不同级，是但是我的声音在啊。这段感情就是跟鬼鬼吴映洁 GA 嘛的这个段感情，无论是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这个人改变我蛮多的，他让我真的勇敢的做自己了。今年会改变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即将登场，请锁定 L Taiwan。